我们邀请我们的县长颁发奖助金还有伴手礼来送给这十二位选手跟杜志远。我们请十二位选手请上台。赖以真、吴家庆、古慧欣、陈志涵、李雨茹、黄以真、李立先、李彩贤、黄以欣、陈慧礼、谢明珍、李新飞，请上台。好，李真。好，我们感谢那个卫校卫县争光。接下来是吴家庆选手。好，我们要掌声鼓励。接下来我们的李新瑞选手他是我们光未来的之星，他现在是四年级再有我们的陈志兰最后的冠军赛三打一角突破僵局接下来我们的最佳的后卫上篮奖林雨茹选手。好，接下来我们的黄以真同学这是五年级未来的主力来，接下来我们的队长王以欣同学最高纪录一场比赛踢进17颗球接下来我们的陈慧女同学现在是五年级接下来我们的谢明珍同学接下来我们的李新瑞同学稍微肩膀稍微半斜一下